各位好朋友，今天呢很荣幸，请到这个，很有名的歌手，这个大概是马可是可是先生哦，他刚好是二号，因为文艺活动中心那边哦有一个轰炸的，他是被邀请来做特别来宾。今天因为刚好有这个时间嘛，所以把他请到我们这里来跟大家见面。然后，他虽然是出道不是很久，但是他的歌声实在是非常的好啊。最近他出的新经验也不少，不过他看起来蛮小的，反正很可爱，而且很会唱，他的声音特别的好。等一下呢。就是大家欣赏看看，假如说好的话，因为他有带来一些新意啊，给他捧场一下，好，谢谢。因为罗先生啊，特别想来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向这个他给你们上面，他这边不让上面，来跟大家一起见面，来唱赏哦。来这里尽量唱到能够的话，唱了三首到四首。请大家鼓励鼓励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新曲是吧？ジャパニーズ演歌歌手竹村こづえでございます。今日は皆さん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こんにちは、こんにちは。这里跟到了话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新曲《涙の鏡》聴い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鏡を残し、化粧を落とす。泣いて涙の